大早就在转内地。马铃薯安安，we'll be right back.
上八点就看到转内地。现在在台北呢，还是看到妹子 F。真假？
天是放毒开始。游戏是那个 FIFA， 看好已经开始了，哎，我都还没准备好就开始了。一个让我靠呀，哎。没动，哎，靠，还有。超级没有代入感。
的滑铲。可以这样吗？哎，哎，他怎么一直跌倒？啊靠！我靠！我要换粉。哎哎。快三十分钟了，快三十分钟了，啊，鸡鸡啊，还是没有。还剩十几秒哎。哎，是没队友哎。超雷。哎，在干嘛？哎，烂队友。更换球员是这样。踢老半天都没有车的动力，
下半场啊，好，不小心雷到队友。对，成功了。哇，太不传球太帅了。哇，真是太棒的头锤了。嘿嘿，雷对了。我就在跳舞。
哎，要出界。他已经是在球场了，观看一下，观看一下，观看一下，哦，被换下来了。好一枝独秀哎！还剩大概一分钟了，我看来我们要赢的。呵呵呵。结束了。啊，差不多也该关台了。Thank you.
是时候道别一点啊。那个，身为一个球员啊，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礼貌啊，然后勇敢的跟对手致意啊。哦，精彩画面。哇，这个头锤真的太厉害了。哦，成功短传跟中传了，传球次数100%，离开位置30%，好，控球失败了。哎，比赛评分4.0算好还是不好？那我们继续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